现在的人没有赖怎么活？有人说那赖并不好，在的确你上，可是我们可以怎么做？设定里面请用扩充套件，然后取得更多扩充套件，你输入什么？好，输入了，安装扩充套件，新增应用程式，好，就在这里，好，把它打开来。好，这样子你就可以拥有完整。那像这赖，它会在新设备上，你必须在你的上面输入好过了，它就会直接就可以用。那这样一样，你就可以拥有完整的电脑版的 LINE。 当然你的 LINE 上面要设定电脑可以用哦，好，这样子就可以一样，我们可以拥有完整的 LINE。